落地窗前霓虹灯闪在凌晨三点，反复堆叠的旧照片日夜积成灰，相遇的季节微风拂过侧脸好贴切，人潮汹涌你看不见，这是我创业的第二年，我们公司呢已经拿到了 C 轮融资，很多大的集团公司呀都很看好我们，都想收购我们，但是都被我拒绝了。来吃点这个。嗯，你说像我们这么大的公司怎么可能说收购就收购呢？你觉得这两件哪件比较适合我呀？我也觉得。你好，就要这件。先生，请问您怎么支付呢？那个，我进门的时候看到店里有活动是吧？对，今天是10号，每个月10号呢，建行的信用卡都可以打5折。嗯，巧了，我这里啊，刚好有一张建行信用卡。好的，先生，请您稍等。你该不会因为今天店里有活动，你再带我来吃饭的吧？啊，怎么可能啊！开玩笑了。糟糕，我的手机怎么没电了？我们这儿有没有充电宝啊？不用了。刷我的吧。刚认识就让你买单，怪不好意思的。那我们一会儿去哪儿呀？啊，我突然有个事儿，我要回公司加班。去哪儿啊？
方总监。啊，进。这是红星电通专案组的成员名单，请您过目。哦，你念一下吧。邵莫离、方丽、叶凯、苏大勇、金来来、安宇。啊，你放着吧。方总监，你找我啊？四个月前，你进入了卓越，试用期第一个项目，收购威尔酒店。项目很成功，你顺利转正。紧接着，你被调入了卓越最差的门店——川河门店。末店末位置淘汰，你坚持了下来，被客户投诉，你也化险为夷。再之后，你就顺利的考入了投资部，紧接着进入了卓越最重要的项目组——红星电通，而这个项目恰巧是我负责。我每一次见到你，看到你在面试会上赢得全场掌声，看到你开怀的笑，看到你和同事相处融洽，都觉得很讽刺。而我的儿子，他只能躺在病床上，不能说话，也不能动，每天靠输营养液活下去。这一切都是因为你，他的人生就定格在18岁。是你偷走了他的人生。难道陈芳是？没错，我就是陈芳的妈妈。
你怎么来了？你下次可以叫上我。打沙包没感觉，打我比较可以发泄情绪。你可不可以陪我去个地方？我陪你。他叫陈芳，是方丽的儿子。陈芳，当年为了救我，救一个素未谋面的，他的一切都没了。爸，爸，爸，怎么回事？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和依依。春月，你接电话呀。当年我爸爸被抓以后，我就找不到我的前夫周渊了。后来，无意中看见他和另外一个女人在一起。我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唯一的依靠都没有了。我开车回家的时候，碰到了一个疲劳驾驶的司机，他把车开到了逆行道上，我为了躲避，撞车掉到了江里。当时在江水里，我觉得这也可能是一种解脱吧。可是后来有人把我往上拖，好像是个男孩在救我。当我醒来的时候，我听到护士说，救我的那个男孩呛水窒息，一直没有醒过来，可能会变成植物人。我还没来得及看他，就因经济犯罪进监狱了。我一出狱就准备去看那个男孩。你好，请问陈芳的病房是在这儿吗？方丽，哎，有人想看芳芳。哦，谁呀？芳芳救的那个。哎，他不想见你，你走吧。密码是这个，拜托你一定转交给他们，拜托了。
可是陈芳的妈妈不要我的钱，又叫护士长把卡退给了我。在此之前，我无数次的想象过，如果陈芳的妈妈站在我的面前，我该说一些什么，我能做些什么，我哪怕做一点点他能够好过。可他真正的站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不知道我该说什么。我也是一个母亲，我了解那种感受。如果有谁会晕，我真的我不会原谅他。我一辈子我都不想见到他，可是就这么巧，我们在一个公司，还在一个部门，而且我们即将会在一个组。哎，这个项目很。一直在帮助我，在保护我，我很感激。但是面对方丽这件事情，我想自己去面对。
既然大家都到齐了，那我们就来开会吧。从今天开始，红星电通项目组正式成立，大家都是项目组里的成员之一。那我先来介绍一下大家。叶凯，凯哥，我的助理，大家尽管欺负他。苏大勇，老部下了，我特地从川河门店调回来的。进来来，想要省钱的都可以和他做朋友。安宇，我相信大家都已经很了解他了。最后这位是你们的顶头上司方丽，现在是红星电通的项目经理，执行层面的事情都会由他来负责。邵总，有件事情我想提前问清楚。方总监请说。我以前带团队都是自己带人，现在整个项目组都不是我自己人，我怕我管不了。方总监放心，他们都是我自己的人，会全力配合方总监的工作。邵总可能对我不是很了解，我对我手下的人要求一向很严格，如果他们工作做得不到位，就算邵总的人，我也会毫不留情面。只要是方总监的要求是合理的，我可以理解。好，大家开始工作吧，我还有个会要开。方总监，那么我现在以时间顺序来分配一下工作。叶凯，懂。你负责1961年到1980年。对。金兰兰，哎，你负责1981年到2000年。好的。苏大勇，你负责2000年到今年。三天之内大家做完了交给我，有问题吗？没问题就分头工作吧。这个方总监也太有气势了，有点吓人的感觉。你先走了，我去干活去了。这20年我得干到什么时候？查历史去了。姐，我没搞明白，他为什么不给你分配工作啊？这是怎么了？怎么了，安姐？怎么了？你知道？安姐，要不这样吧，你申请调走，要不然你待在这多难受啊。别哭了，逃避不是办法，只有面对才能解决，对吧？下班了。
哪有？到楼下买点吃的，一会儿接着加班。充个电，补充点能量。好像瞬间就变满格了。刘九，酒心巧克力啊？只有一点点，不会影响到工作。你有没有一种只有我们自己嗨，别人却不知道的快乐？给你们介绍一下，安宇、林菲儿、林菲儿、安宇、安宇、林菲儿呢是林董事长的女儿，安宇、菲儿，小雨姐姐，小雨姐姐，你俩怎么是你啊？回来了，啊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长高了啊，头发也染色了，好看的。你怎么说那么多啊？现在，哎，我想你啊，我也想你了。原来。需要我介绍？我还是小孩的时候就跟着小雨姐姐了，因为她好看，老带她买衣服。哎，那我们走吧，走走走走走。去哪啊？跟我监控启程啊！你不是跟我爸的吗？不行，我和安宇今天要加班，要不晚上？啊，那我先去找我老爸吧，你们晚点来接我。说好啦。OK。Bye。拜拜。原来这就是传说中林董的千金啊，气质真的是 amazing， 不愧是学艺术的。所以呢，你这次回国准备待多久？怎么？你想要我待多久？我能决定你要待多久吗？这次不知道要待多久，我准备搞一个大工程。你知不知道那个人像摄影师？奥斯特桑德。你是想效仿他时代的面孔那系列的作品？嗯，我要仔细了解我的采访对象，深入他们的生活，捕捉他们最动人的瞬间。想法是挺好的，但是希望你不要再三分钟热度。我才不会三分钟热度呢，我已经想好了第一个采访的人是谁了。不会是我吧？嗯，拒绝。为什么拒绝啊？要不然这样，换安宇吧。换我干什么？为什么不能换你？为什么要换我？我跟你说，菲尔画画很厉害，他绝对可以把你最美的瞬间给捕捉下来。菲尔当然是很厉害，但是我、啊、要不我换你们两个？好啊，就换我们两个。门怎么开着？怎么样？怎么？什么？菲尔，林菲尔，凯哥，哎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？刚回来没多久。他回来怎么不告诉我？他也没有告诉我。我介绍一下吧，这位是莱莱，这位是菲尔。啊，你好，我是菲尔。你好，菲尔。莱莱是我们的同事，我和安姐就是对面。你们住对门啊？啊。啊，来来，很高兴认识你啊！要不你们先开一下酒，然后布置一下桌子，我马上就好。你这次来着了，赶上我的大餐了，我跟你说。没问题，我跟你讲，他厨艺进步很多。他不是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。来来来，不是你要走吧？
落地窗前霓虹灯闪在凌晨三点，反复堆叠的旧照片日夜几场回。谁在玩啊？谁在玩啊？原来是你哈。这个是叶凯买的，而且你看可以从里面看到我们两个。真的？嗨，最重要的是他可以看到余青的夜景。真的吗？你还会玩无人机？哇，好美啊！原来我们家外面的夜景这么美啊。你报告吗？有幸福的感觉？不是，我是说你有没有感觉哪不对劲啊？什么不对劲？总感觉有双眼睛好像在悄悄地看着我们。看着我们？谁呀？谁？哎呀，你别自己吓自己，这都几点了，哪还有人呀？小傻瓜，把无人机弄回来，不要打扰他们。哦，好好好。哎，所以他们这是？他们两个肯定是在一起啊。那他们什么时候在一起的？这个我怎么会知道？不过我有发现到凯哥最近的行为很奇怪，他总是会对着手机发出痴笑。你这么说呢，我觉得莱莱最近也是奇奇怪怪的，天天都说出去喂猫出去喂猫，结果喂了一只大花猫。啊，哎，不过他们在一起为什么不告诉我们？对啊，为什么不告诉我们？来亲一下。够了，我先回去，你在我后面走啊，拜拜。抱抱又跟我玩的，再加上他那个无辜的小眼神像雪糕一样，我就没忍心陪他多玩了一会儿。嗯，我也想去见见这只猫。哎，他可能已经跑了，你过来。
出新的寓意，待我触碰一笔一笔挥不出的剧情，望着你太痴迷不停息、哦、无意间翻开抽屉里珍藏和你的画集，虽然久违许久。